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屏东的。对，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还不错的话，现在流行 FB， 可以上一下 FB， 搜寻一下 Jump 乐团跳，对，就看到我们了。对，很高兴来到这边，我们也很久没有来了。现在带来我们的倒数第二首歌，那个跳 So What。很尴尬哦，尴尬，你也不会讲话。我刚走过去，然后哎，跳聊天，好了，给听众掌声鼓励好不好？你要站在后面，比较少在发言，多让他聊天一下。好，这首歌叫做《那又怎么样呢》。谁开始知道了？好，应该知道唱什么吗？就是黑来谁黑耶，突然换歌，什么 key 去了？老师一，啊，这懂，这样就懂了。到底，我来了，来了，一起 say hey yeah， 再一次 hey yeah， 别再想人生的无奈。搞不清楚的黑白，一起唱，大声唱，就算有再多的等待，等待着他，一起唱，大声唱，别再想人生的无奈，等待着他回来，一起唱，大声唱，就算有再多的等待，等待着他回来。Yeah,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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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
哎、欸，想杀死你！怎么叫他爸爸名字吗？有来吗？到底？他有没有来？你知道很少那个，我觉得大家就是很少有朋友那个知道自己爸爸妈妈的名字。不是很常吗？很常就是同学开玩笑的时候不是会这样吗？哦，可能叫听到叫李奇春这样子。谁呀、啊？是这样的吗？哦、你刚是叫他爸爸名字吗？对啊，你知道以前我跟我大概是从会走路开始，我们应该就认识了，跟那个听友，他是我的国小，不是国小转国哎幼稚园啊，后来我转学啊，后来你被我打了，你哭了，我就转学，有这一段。那时候你就哭了 啊我只能转学啊。听说幼稚园转学差升学班啊，幼稚园升学了，为了要读仁爱国小。你看，我们国中大考的时候，我都可以为了你不去报学校了。好了，每次都讲这个，好像我就没有为你受过伤一样。他这一段每次都会讲。反正我觉得应该都有这样子的朋友，死党。说嘛，又要讲到港台了，一直离不开那个，啊，反正就是这样子。然后祝福大家友情万岁！哎，我觉得讲书，少爷带来这首友情书签。对，好了，我们现在要唱我们的最后一首歌，写给我们的感悟的。然后我们刚刚一直聊朋友，然后这首歌写给感恩，感恩就是我们的阿嬷的意思，对。对对对。妈妈的妈妈。废话。爸爸的妈妈也可以啊。是什么？你再讲一次。妈妈的妈妈。是感恩啊。哇，五母嘛。国语。妈妈。妈妈。妈妈的妈妈，外婆啦，阿姨叫大奶奶啦，大妈妈，我妈妈的妈妈叫大妈妈，有分大小或者是老的少的，胖的矮的，哎，很冷，或者是有吃槟榔跟没有吃的，哎，对啊，哦哟，我怎么觉得我今天怪怪的、啊？天哪，没有了。可能今天太清醒了，真的太清醒了。可是我觉得这样，我觉得我们要改变。我觉得这样蛮好的。你以前不是这样讲的？就是要改变嘛，对不对？你也知道选举快到了。不聊政治，不聊政治。台中的候选人叫你拉票吗？难怪最近一直在修路啊，真的。对啊，选举都这样了。好了，不要讲选举了。唱歌，我们唱歌，不然我们讲投票。哎，好了，哎，选举几号？选举几号？快到了就对了。对啊，最后一首歌了吗？好，这首歌叫做小米酒。这首歌唱完之后，你们各自要干嘛？上厕所，中场休息，抽烟，没有酒的卖酒，啊，不然我就回来的，看看我刚po的，我朋友留了什么言，好开始。身上有太多的钱。
在午夜时分，睡不着的我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思绪乱得跟着动，在记忆中，夫妇常对我说不落的故事。上的那一杯小米酒，我最爱的小米酒，每当我的心受伤，我需要你来麻痹自己。小米酒，我最爱的小米酒，是夫妇的安慰，是来自部落的滋味。哦，伊那比乌阿那伊呀哦哈呀，哦伊那鲁阿那伊呀哦哈呀，哦伊那鲁阿那伊呀哦哈呀，哦伊那鲁阿。睡不着的我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思绪乱得跟着动，在记忆中，夫妇常对我说不落的故事，和他桌上的那一杯小米酒，我最爱的小米酒。我需要你来麻痹自己，小米酒，我最爱的小米酒，是夫妇的安慰，是来自部落的滋味。哦，我最爱的小米酒。小米酒，我最爱的小米酒，每当我的心受伤，我需要你来麻痹自己。小米酒，我最爱的小米酒，是夫妇的安慰，是来自部落的。上面搜寻 Jump 乐团，那也会很高兴跟大家认识一下哈。我叫做小沙，然后吉他手雨生，贝斯手燕鹏，后面的鼓手叫做天佑。
变成师傅大家，谢谢。拜拜。好，看着没有喊 uncle， 他们就喝水了，表示结束了。要不要 uncle？ 你叫我村长，你要去买酒了，自己负责任。好了，啊，还有吗？小沙，还有一最后一首歌了哈。我们口袋也差不多有二十首哦。OK， 好，就二十首，十秒就把它唱完。好，我们再掌声。是真的想听吗？真的。正确这样子，那就带来这首《苗尾吉他》。哎，你也说的。热闹。嘿。什么东西？开始了没有？你就 Q 了吗？还没啦，还没，还没，还没。哎呀，刚加入了，默契不怎么好。去哪里呢？你今天还在宿醉？去哪里？我今天我们练团到现在，你还在宿醉？你们确定要 uncle 吗？哦，再重新掌声一下，开始。
再次掌声给 Jump， 谢谢他们。我们中场休息十分钟，小半场就野味酿。待会呢，他们会变试音。他们试音完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开始了。各位，野味酿，因为他们今天都还没试音。好，先买饮料啊。